可能足散。所以你若感觉你恁安唱歌好听，你就甲小妹妹鼓掌鼓励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米粒妹，对对对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的掌声。谢谢熊哥，现场所有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第一首歌曲，对对对，送给现场所有朋友们，哇！
刚第一首大家都较认真。袂歹，真诶吼，这个人知影美玲安尼唱对对对哦，大家拢欢喜个吼。是是是。来，谢谢我们大家热情的欢呼。啊，那烧声诶吼，等于甲啉一下碰大海者。今天碰大海就好、欸，真正好，咱咧用声人较知影啦吼。迄、那个我今日介绍这个美玲诶，包括咱日台都有三个美玲诶啦。啊对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大哥。那个黄美龙啦吼，迄、那个屏东诶，迄个大哥美玲诶，主持人。嘿，是。我一个王彩华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彩华。王彩华就是美玲诶。以前在我的电视台吼，我在华视日日春都咧当编导。啊，有一个学堂啦。那个康夫子学堂，王彩华啊，加迄个杨秀慧，拢是学堂的学生。那时候就像你一样啊，更较大汉的都是，也当上学堂。那时候啊，我的迄个收视率30%，我们的收视率啊，我当初是三台电视台还没有名视的时候，30%，你敢知影几人在看？就是代表100个咯。以2100万人当中33%，就是。几啊百万啦，真的，差不多七八百万。即马电视台你头八趴，七趴就好厉害。无，一趴就足钱啦。真的。阮较早是30几趴，即马一趴就会当生存啦。哦，啊若3趴，迄个电视台不得了。真的。哦，你像咱的三立啊，伊的节目若拢有3趴去哩哦，真的，就会当称王称霸。真的。较早阮的33趴，要安怎讲哈？差太多，是。好，啊，我叫回歌星。真侪人拢捌看我的节目嘛吼，我叫回歌星吼，王力宏无算大咖的，你知影？迄个啊，做地理的较大咖，地理啊，做廖丽君，伊会演歌戏吼，啊，佫兼会晓表演，佫会晓特技反转，啊，啥人我拢讲伊上大咖，伊的鞋啊吼，拢出足大声的。我这上大咖啦，像上大咖，那查囡仔这个算大咖啦，哦，来袂歹。以后哈，那个美玲啊，她慢慢的成长，因为读书当中哦，要兼顾学业嘛。咱总是袂当讲咱的文凭无够，后盖去对人袂对啊。对对对。即摆台湾的社会哈，你若像古早的时代就无话讲，即摆你若要大专以上，你是啊变啊出门还蛮见面。所以我们基本学历，那就一直给混，混到大学毕业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我就打车，我就直接打车，我没有混。那讲大学很好读的呢，很好混的，我拢听讲，遐少年人一直考掉大学。啊，你若大学读一档，大学毕业嘛是大学。啊，真的。啊，你若无读大学，来讲你高中生，专科无够，好盖吼，那讲你学历很低啊。啊，像我是。国中之后，亚波诶，我有加载亚波一当无出来，我讲迄读国中安毕业咧，都让笑死。哈哈哈！不会啦。古早时代吼，有诶读国小诶人嘛真出名。嗯。我诶老师王俊雄，黄俊雄报得去，国小诶毕业。哈哈哈！较早用诶无找好读。较早人拢出来上班，出来做头路。后来王永庆，台塑企业集团的总裁。嘿。他有读书吗？无啊，无读书，啊无读书，咱就对人袂着。伫古早时代，熬读书无代表熬啦，因为啊，读书敢若一项，记字好就熬读书。较早我记袂着，老师叫我背拢背袂出来。老师讲黄新雄，你要上课要认真，哦，我拢甲读起听，吼、哦，读起听。老师来教我拢读起听，我偌认真听，读书我是上认真的。对啊，听到困了，我无法度啊。梦中听老师在讲话啦。老师，我不要吵。那位学生啊，做到乱老师的，弄个他们私下讲话，老师也会比来听，不可以讲话。啊，我拢拍个，我拢拍个听。安静的。但是我尊重老师，尊重到什么程度？伊教教我拢有嫌疑啊。哦，嫌疑啊！伊教作势，我拢有嫌疑，我拢无甲赞。是，尊师重道，所以学问读册。但是爱也要做人处事，真的啊，咱做头路和读书无关系，所以咱厝内边的囡仔来含慢读书吼，你莫硬甲对，硬要叫伊读上好的，硬要叫伊读第一名，我建议不用这样子，因为吼，迄个脑筋越灵活的囡仔，有诶不爱读书。哦，真的。哦。你说伊必修工啊，叫一挂头路，还是叫伊学功夫啊？伊就厉害啦。啊，是必当必三，伊拢有可能比较老吼。啊，所以讲。慢慢啊，读
读好到一个文凭之后，看咱要做什么事啦。是。哦，我讲读书还好，读好就好。啊，较早无总统科，陈水扁嘛无读总统科，结果伊读书读了做总统，陈水扁。李登辉嘛无读总统科，人做总统。哦，啊赖清德以前也没有总统科目，伊嘛是做总统。所以有的人读政治，但是伊读的是读农机啊，伊读的读机械啊。结果咱读书以后的事业不相干啦。是。好，啊咱今日非常幸运的美丽的拄到老唱歌，啊妈妈很伟大，妈妈安尼哦，带伊去唱歌，哦，安尼家家己的。啊，所有的时间拢应该拢给你的嘛。对啊，他在细汉，拢妈妈带咧比赛，带咧去电视台。对哇、啊，啊你也看，你比赛你还好一个五六气氛，啊伊拢伫边啊度输，你也看得了。袂啊，伊会甲我指导，因听讲哦，今仔唱歌倒位唱了无好，暗时暗时吼，讲吼，啊你遐爱改进啊，然后爱加进步。但是启蒙我们还是一个指导老师、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对啊，都不简单啦，你妈妈线上。姓林，我讲林小姐啦，哦，无同姓哩，爸爸姓林嘛，妈妈就姓林哈。那好，今天非常高兴来认识你们哈。今日呢，咱的现场请老爷，不但哈、有咱这亲朋好客，啊，要讲一寡啊周边的迄个观众群、甲粉丝团，等于咱到宣传哈。老翕相的尽量敢铺铺上网哦，啊，讲啊吴美玲哈，美玲来加油唱歌哈，来打响她的知名度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熊哥。继续呢，今天呢是咱关心地区的好日子，啊，咱知影咱关心地区有一首歌曲非常的红，哎，今天呢一定要带来送给大家，嗯，这条歌就叫做《NG 妹》，拄着关老爷，欢迎大家。真正含关公有牵连的歌，是《NG 妹》拄着关老爷，正是你的歌曲，来吴美玲演唱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他唱还真够会唱哦。这个创作台词家人啊，哈，那只剩今天一个嘛，现在这几条花，是传唱到现在哈。那别个不要留位，但是那个麦克风大声一点，听不到三个留声。来，那个继续，是
那个婚礼啊，这条歌嘛真赞。哎，多好的是哈哈哈艺术。英雄配美人。真的。所以你啊，结婚喜喜宴啦，这个歌嘛拢真好哈。啊，但是你的歌好像很多吧？啊，今天我今天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呢，都是美玲在外口唱，大家呢非常喜欢的歌，而且。咱知影今仔日大好的日子，而且咱关圣帝君今仔日非常保庇，因为听讲新闻讲吼，咱22号讲要天气要变，但是今仔日天气真正非常的好呢，讲凉凉凉凉，安尼讲未烧热嘛，未烧冷。我上喜欢这天气啦吼，因为我行路我爱吹冷气，我感觉这个寒天吼，较生冷气一下，拢3万外。乖咧吼，两三台你吹拢3万外。我的客厅、我的房间、我的工作室，不好我咪懂，我跟他等级了。加老瓜。啊，讲了帝君啦吼，帝君他是三国时代哈，三国时代的关公，大家拢知影，关公伊是中医的化身。啊，他在讲话非常的这个有那个阳刚之气。那个老师哥给他上麦个上五皮头的话，我来讲一个关武。哎呦，关公有一个诗句啦。嘿，姓关名武，字云长，保卫国家人人有责，以免恶贼以成专一。你看那关云长。嘿，啊，伊也出兵时，挂印黄金四汉上。顺兴遥望万朵环，马蹄赤兔行千里，多因车辆出无关呐。哇！甲听着关公咧讲话，你就知影讲话威大就话威大。所以咧讲吼，因师妹拄着关老爷，乖乖乖啦哈、啊！来，咱来关圣帝君吃两口。咱以后吼，咱段家府的帝君那是老爷，啊，咱的义坤师啦哈。啊，就是要请你们来的这个亲主啦哈，那主人家那个爷公主陈世忠，哇哦小毛啊，那两位拢总统啊，真厉害哈，父子党啊，未来哈啊这个接班者啦哈，啊，因为关圣帝君那是你老爷，宴请咱这好朋友，咱拢个捧场好不？阿坤啊，板凳咱就来好吃好不？小毛啊，叫咱就带出来好不？就吃咧补补，拢无补，走掉去啊！迄个是伊迄个选举的呐，迄喇叭，震撼喇叭的，哦，我听着人伫震撼起来。好的，谢谢大家的捧场，来，美玲呢，继续要安排，继续呢，都来这首歌曲，伫咧应答非常有名，最后的车送大家。来，遮老辈，甲伊拍拍者，这就是友好恁的歌曲哈。好听的粤语歌曲，最后的列车，谢谢。来，跟我分享礼物要送给大家。来，需要的可以举手一下啊。来，需要的挥挥手。谢谢。大家的领导，请过来领导。Thank you.
朋友们，好在呢，恁的热情99分，等下我要听到100分的热情，好不好？请问等一下，我要听到你们声音在哪里哦？哎呦，有人知道这首歌名叫什么吗？有人知道什么歌吗？你再大声讲出来哦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拍照吗？来哦！谢谢。心都要放在你的背后下。
谢谢我们美玲完美的演。